同呢，非常感觉有国际观的感觉，嗯，有联合国的感觉，有地球村的感觉，哇，是不是世界一家？没有错，我们这个节目已经红到国外去了。这边的同学 ，OK，First，First， Yes， 潘老师带队的红队瑞穗国小，瑞穗，瑞穗，换队，换队，赢得第一，报酬奖金，耶！接下来呢，我们联合国组成的快乐魔王，快乐，快乐，魔王，魔王，加油，加油，耶！哇，更快，很准。Hello， welcome from Ukraine. Ukraine. Yes. 乌克兰。乌克兰。这位是你的儿子。儿子啊。黄忠明，所以他的英文名叫忠明，对不对 ？Christian. Christian. 哦 ，Christian. OK， 那这位是俄罗斯。俄罗斯。我还想会讲中文呢。那你是来自？台中。啊，台中。哎呦，哎，你们好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台中。他们也从台中方面来的。延西。台中，台中，还有台中朋友，台北，台北，台北，好 ，OK， 算联合国啦，是不是世界一家？到底联合国战力强不强呢？还是我们台中瑞穗来的比较厉害？嗯，马上进行第一个关卡。Yes， 旗开得胜，动物世界规则说明。每队包含主持人各派三名代表出来对战，每人两手各持不同种类的动物牌，参赛者需听指令伸向手中的动物牌，动作错误即淘汰，最后存活者之队胜出。旗开得胜，国际动物版。请问一下，你知道这些的英文怎么说吗？This is zebra. Yes, very good. This is tiger. Yes, very good.Zebra? Yes. What is Jaga. It? 不是吗？啊，不然嘞？那你跟大家说，花豹怎么说？花豹英文怎么讲？花豹英文怎么说 ？Leba, Lebra, 这是 frog. OK 的，这花豹有问题。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害对方好了，我们两个英文吧。同学们要好好学英文呢，好不好？才有国际观。第一回合，请下楼。老师，音乐 ，Go， 加油啦！青蛙斑马爬上楼，老虎不下楼。花豹爬上楼，斑马不上楼。青蛙花豹走下楼，老虎走下楼。精灵姐姐，丑一快丑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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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好了，快好丑一丑一丑一。好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结束了，拜拜拜拜 ，OK。哎，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？我就是分不清楚花豹跟老虎差在哪里。好，请下楼。Round two， 老师音乐 ，Go。青蛙斑马爬上楼，老虎不下楼。花豹爬上楼，斑马不上楼。青蛙花豹走下楼，老虎走下楼。老虎跟青蛙不好分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这个送给你好不好？放在你房间以后就记得了。OK， 是这带的道具。好了，顺便送人。换场地。好，目前为止我们国际的同学好像比较厉害。对耶，国际版好像比较厉害。红队只剩一位同学，哎，蓝队还有三位同学，要不要为自己的同学加油一下，好不好？易轩，加油！易轩，加油！易轩，易轩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 ！OK， 请下楼，老师音乐 Go。真的蛮难的。斑马花豹爬上楼，青蛙不下楼。老虎爬上楼，斑马不上楼。青蛙花豹走下楼，斑马爬上楼。老虎，其实我觉得你今天的装扮跟老虎好像，颜色都一样。对，黑色、金色跟白色。OK， 谢谢你啦，谢谢。好的，现在呢，现在2-1的局势啦。嗯。到底呢，我们红队呢可以过关斩将，还是我们蓝队可以最后得分？请下楼。老师音乐 ，Let's go， 越来越快喽。青蛙斑马爬上楼，青蛙不上楼。花豹爬上楼，青蛙不下楼。斑马青蛙走下楼，老虎走下楼。啊！慌了慌了。好 ，OK， 然后最后呢，我们蓝队的同学呢，还有两位同学，所以这个关卡是我们蓝队获胜。暂时领先，暂时领先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换我了，上。第二回合，燕军哥哥上场， yes. 大家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请下楼。妈妈，老虎音乐，请聊。先慢慢的。
斑马老虎爬上楼，青蛙不下楼。花豹爬上楼，斑马不下楼。青蛙花豹走下楼，斑马爬上楼。老虎不下楼，斑马老虎爬上楼，全部走下楼。花豹爬上楼，斑马老虎不上楼，青蛙爬上楼。点点对不对？很紧张，这一关很难。这一关是新的游戏，连我们都不大会，没有关系。好的，所有的动物都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好，请下楼。导师音乐，请了。斑马花豹爬上楼，青蛙不下楼。老虎爬上楼，斑马走下楼。花豹青蛙走下楼，老虎不上楼。青蛙爬上楼，斑马爬上楼。青蛙老虎走下楼，花豹不下楼。要丢下我，只剩我一个了。差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就哎呀，怎么会哦？没有注意，对不对？现在你要离开燕君哥哥，有什么话要跟燕君哥哥讲？加油！好的，有问题，好自为之。我们整理场地，各位观众，郭彦均最荣耀的时刻，一个打三个。为了蓝队的荣辱，我一定会加油到底的。而且坊间已经流传蓝队很难赢，但是今天要打破这个流言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信心？有。给彦均哥加油，彦均加油，彦均加油，谢谢彦均，彦均加油加油。请下楼，老师音乐请了。斑马老虎爬上楼，青蛙不下楼。花豹爬上楼，斑马不下楼。青蛙花豹走下楼，斑马爬上楼。老虎不下楼，斑马老虎爬上楼，全部走下楼。花豹爬上楼，斑马老虎不上楼，青蛙爬上楼。花豹不上楼，斑马青蛙爬上楼，斑马走下楼。去，对不对？真的不好好待在自己的位置，那就谢谢你了。一打二，一个一个打。郭彦均，你现在在暖身哦。我在让自己放松，因为我很紧张。青蛙宝宝，请下楼。老师音乐，请听。斑马花豹爬上楼，老虎不下楼。老虎爬上楼，斑马不上楼。花豹青蛙走下楼，斑马爬上楼。不小心，因为我们现在抓的比较严一点点，已经很优秀了。嗯，很紧张这个单元，对不对？好不好玩？好玩啊！好，好，下次再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，整理小弟。谢谢。郭彦均哥哥被你打到只剩一个，给彦均哥哥加油！我会的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给成龙加油一下，成龙。挺住！你好厉害哦，叫我李小龙好了。来，老师音乐，请了。斑马青蛙，斑马青蛙，斑马青蛙，斑马青蛙。青蛙斑马爬上楼，老虎不下楼。花豹爬上楼，斑马不上楼。青蛙花豹走下楼，老虎走下楼。花豹不下楼，青蛙斑马爬上楼，全部走下楼。Sorry, I'm Mary, OK? 感恩呐、啊，感恩呐、啊！你居然的，恭喜蓝队获胜！我成功，不值得骄傲。谢谢，拜拜，我们继续下一个关卡。我开心的是，我做到人家。好，结束。老师点点名，游戏规则说明。每队包含主持人，各派三名代表出来对战，每回合各六人，主持人会随机点人数，点到多少人数就需站起来多少人，但必须依顺序站立，若点到没站起来或者误站的同学即缺席一支，同队累积三次缺席记录，该队即算失败。起立，你站，敬礼，老师好，坐下。好，请坐哦。是。今天又有新同学来了。没错。老师呢，拿了点名簿要来好好点点名啦。好的。各位同学准备好了没？非常好。Round one, go。嘿，嘿，老师点点名呀。学生有几名呀？两名。有。三名。有。一名。有。
四名要，两名要，两名要，三名要，三名要，两名要，四名要。慢一点点哈，三名要，三名要。你多站了一次，你想陪我对不对 ？OK， 好的。1 2 3 go。嘿，老师点点名呀。学生有几名呀？三名要，两名要，一名要，四名要，啊呜，四名要，啊呜，哇哇哇哇哇！哇，现在蓝队已经用掉两张缺席牌了。OK， 从你红队还有三个机会哦。老师音乐 go。嘿。老师点点名呀，学生有几名呀？三名要，两名要，一名要，四名要，两名要，五名要，一名要，三名要，两名要，两名要，三名要，四名要，四名要。好，各位，比赛结束了。是的，三张很厉害，马上换我上场。好的，老师要来点名，同学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好了，音乐请了。嘿，老师点点名呀，学生有几名呀？一名要，一名要，五名要，三名要，三名要，五名要，四名。要三名，要三名，要三名，要一名。好可爱，泽瑞超可爱，可爱，大家都会很漂亮哦。好，缺席一次哦，老师点名喽，音乐请了。老师点点名啊，学生有几名啊？两名，要一名，要两名，要。三名要，两名要，五名要。哎呦，好，燕京哥，从你开始喽。我是一哦，我从你一哦。嘿，老师点点名啊，现在有几名？燕京开始，一名要，一名要，一名要，五名要，五名要。你没有站。没有，他很觉得说啊，反正我都晚了，我就不站了。谢谢你，加油加油，加油，欸，加油，从头喽，从头喽。嘿，老师点点名啊，学生有几名啊？两名要，两名要，一名要，三名要，四名要。OK OK， 四名要，五名要，不错。还好我屁股没有起来，不然我就郭宁真的很紧张哎。对对对对，好，从你开始喽。OK， 我开始，我开始。好，好紧张。老师点点名啊，学生有几名啊？三名要，三名要，三名要，五名要，四名要，三名要，五名要，两名。两名要，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我是东张西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在算，一直在算。这个就可以放轻松了，嗯，加油！老师音乐一起聊，从加油开始。老师点点名啊，学生有几名啊？四名要，三名要，五名要，一名要，两名要。五名要，五名要，姐姐就说过啦，凑三个就可以放轻松。姐姐是不是说话少？很累，早知道我就不要那么累了。这回合是我们红队获胜，恭喜红队！上下回合都是红队获胜，所以这一回合呢，红队获得一分总比数1-1，战成平手，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。Let's go！ 超级偶像游戏规则说明。每集会有两位观主出题，唱出耳机里听到的歌曲，再由两队合作在白板上写出歌名，猜对较多歌曲之队伍获胜。欢迎来到
耶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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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娃娃，你的魔法棒。哈哈哈！哎，做法了，做法了！哎呦，子翰今天是哈利波特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不是，那是谁？哎，吸血鬼。吸血鬼，吸血鬼哦。那娃娃今天是吸血鬼。是我吸血鬼。你是吸血鬼？你是女生的吸血鬼？他是男生的吸血鬼。OK， 那这个东西是你的吗？这个？只是我的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嘞？这是 spinner。spinner 就是什么？指尖陀螺，指尖陀螺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最近都会玩这个东西，是不是？可以，这个一起玩的哦。娃娃可以把指尖陀螺放在额头上面，是不是？哇塞，还有额头吗？额头，额头，哇！哇！但是同学要记得，这是下课的时候才可以玩，上课的时候不能玩哦。对对对，然后玩的时候要小心放在额头上面，小心不要打到眼睛跟鼻子。对哦，很快的。很快的。娃娃是从俄罗斯来的小朋友。OK。就是在这里。我在这里玩的。就是在这里，麦克。Sorry, my fault。那我帮你先收起来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你可以用俄罗斯话跟大家打招呼吗 ？Привет。Привет。哎呦，我们子翰的英文很好。英文的你好怎么说 ？Hello。哎，飞哥。那子翰要来，要来秀一段舞。是。是不是？什么舞蹈嘞？街舞，街舞是不是？掌声鼓励。Yeah. Oh yeah！ 吸血鬼跳街舞啊！哎呦！接下来我们这边跳舞跳完，你们会更喜欢。是的。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若琪。哎呀！要来比拼一下就对了，对不对？他个人主修芭蕾、爵士，还有那个 funky 都会。真的。所以你今天要表演的是 waking 是不是 ？Let's go。OK。哎呦呦呦！当一个 dancer 是不是？哇，好了，掌声鼓励！耶！大家都好多才多艺啊！我可以跳舞，你也可以跳舞，可以跳舞。OK， 我来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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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各位朋友。出题了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子翰先，我们娃娃来我这边。好的，子翰已经戴上耳机啦。第一首歌曲，老师请出题。没有错，什么你们都说，他做梦，他是所谓。夕阳灯在眼底泛黄，浮起那些火药尽头，当我的起点，沿途陪在我你，
来一场春花。结束了 ，Very good。数到三，请给答案。一、二、三。红队这边是回应，谁唱的？回应。听到。听到。那我们这边蓝队的答案是《想哭》，是谁的歌？我不知道，他们讲的。到底是什么呢？老师，音乐 Go。怎么了？没人跟我讲。没有说。林俊杰，林俊杰的他说 ，OK， 两队都答错了。哎呀，好的 ，OK， 那我们接下来换我们的娃娃了，好不好？到底娃娃这首歌曲是什么呢 ？No， 老师请出题。摇钱啊钱，摇钱，听听听听听，摇钱，你是天的谁？你家是谁？明天是啊，大春天，明天是天朝节，明天是天天节，天天是天天节，天天是天天节，明天是天天。好的，我只能说今天的题目太难了，真的不容易，这听得懂也太厉害了吧。我们来参考一下两边的答案，好不好？我们重听一次好了啊。好的，预备 ，Go。天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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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，那是天天啊天，天天天天，那是大天天，那啊天那是天。就是这样纠结，天是你天气大天，也是你天，也是你天，你是你他，也是。很好，第二次终于连我都听懂了。倒数五秒，请给大家计时开始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三，数到三，请亮答案牌，一二三。王菲，王菲，王菲谁唱的？萧敬腾。萧敬腾，很好。跳起来是谁唱的？张惠妹的跳起来，到底是什么呢？老师，音乐 Go。小蝴蝶，小阿飞，藏在我身边。恭喜两队都没有得分。哎呀，差一点。最难的来了，情歌大对唱，预备，开始。什么对唱？这天使唱，一首时间都不是，你让我想到是好的妙味唱，那是心中的一把刺。什么对唱？这天使儿问题是的都是唱着。爸爸妈妈好像看鬼片一样。我必须说，可以猜出娃娃唱什么的就厉害了。我们想要让娃娃单独唱两遍 ，OK， 两句就好了。他把超级偶像发挥到淋漓尽致了。其实这首歌之前在金曲奖非常非常的红。五秒，请作答，最后了，最后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。好，数到三，请亮答案，一二三。子翰唱的是《魔鬼中的天使》，娃娃唱的是《九号球》。我们这边是为什么不知道？我们这边子翰唱的是《魔鬼中的天使》。外籍的同学啦，可以注音好不好？对，《魔鬼中的天使》，娃娃唱的是《看着天》。看着天是谁唱的？在此跟你们说声对不起。嗯，因为真的太难了。为什么你说到对不起？因为我等一下再跟你解释。我们来先听一下子翰的歌曲 ，Go。来，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答案就是魔鬼中的天使。恭喜！好，我想全国观众都很希望可以知道娃娃到底唱的是什么歌曲。没错，很红的歌。老师，音乐。你
吃过的这个错，你们吃过的这个我们的口头禅啦，我们喜欢做对不起。这个阶段一比一赞成平手。Round two, go. 你是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？真的，我也期待有一个人看看。你的家发现，一见面在楼上，留言你的话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。OK， 好像可以听出一些什么东西哦。因为他刚才一唱出一些 melody 的时候，旁边的人说：“我终于知道了。”他们说：“我终于知道。”以后他们下一句接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可是这什么歌我忘记了。五秒钟，请给大家倒数开始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亮答牌。1、2、3，红队的答案，男生唱的是《顽固》，女生唱的是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。哎呀，厉害哦，居然写歌词哦。好，这边男生唱的是都是你的错，俄罗斯歌曲吗？还是啊，你觉得都是你回来，都是你。到底我们子昂唱的是什么歌曲呢？ Go。什么游戏了啊？女生唱的是什么歌曲呢？娃娃唱的是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期待有一个人看开。恭喜，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答错啦。那他的歌词歌名叫做《失落沙洲》，是徐佳莹的歌曲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。好，蓝队呢答对1题，红队答对2题，是，所以这个分数呢由我们的红队得分。没错，总比数2比1，红队暂时领先。好的，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。关键密码，游戏规则说明。每队包含主持人各派6名代表出来对战，由关主设定一个数字，两队依序轮流随机喊出1至99其中一个数字，主持人会依照喊出的号码逐渐缩小范围，一旦喊中设定号码，该队即算失败，由对手获胜。欢迎来到关键密码蹦蹦，好厉害了！第一题呢，由我们的心灵姐姐就位，好不好？我们的蓝队先好， okay，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号码是几号。OK， 好，你手给我，手给我，好的，谁都不能来动它。关键密码，第一题，1到99，50 pass。下一位，50到99，58号，非常 lucky pass， 58到99，80 pass， 80到99，88 lucky number pass。88到99，91 ，One more time， 91，换不换？不换。恭喜91，这是还假的？91，你还跟他说对不起，因为他还没有玩到。说为什么一直要说对不起？来来来来来，是这个吗？真的91。还听话，91号。Very good. Very good. Yes， 我跟他心电感应。Lucky girl. Yes, very good. I am. Okay. Okay, boom.
See you, bye. Hey, 换我 go。现在换娃娃出题了，娃娃交给你了，好不好？你把箱子放到这里，来，放这里，轻轻的开哦，轻轻的哦。不要紧张，开始喽。1到99，70。70，35，哦，一半开，1到35，很好 ，pass。下一位，旭哲，2到35，10。你觉得我们不会弄整数的人？是不是那么有信心？90，啪！10到35，20。你真的觉得我们不会弄整数，对不对？20。好，10到20，啪！10到20啊！12，再来一次。12，啪！12到20，14，什么？14，再大声！14，确定不换哦。Pass。但是12到14。那你调整呼吸，你觉得 OK 了你再说。你想说再说。啊，这样好了，你直接打开这个盒子好不好？告诉我你的答案是13，多少？13，恭喜，就是13。哎，陈瑞太厉害了，两队都是蓝队获胜，都是我们获胜，所以现在平手啦。总比数2-2，赞成平手。最关键的一个关卡 ，Go！ 心手相连，游戏规则说明：六位队员需排成一横排，手牵手相连，将两个相连的呼啦圈运用身体投入脚出的方式，从第一位传递到最后一位，来回各一次。花费时间较短之队伍可得2分。欢迎来到心手相连。Very good, very good, very good, very good。这个关卡非常重要，因为呢有2分。首先上场是我们的瑞穗国小。OK， 有没有信心？有。牵起你们的友谊之手，来吧。练习的时候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，一定会进步的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红队，心手相连，请倒数。3、2、1。进攻蓝队 ，Let's go！ 好，来自我们乌克兰的同学，你们练习的时候最快的速度多少？43。43就刚刚的秒数哎。有没有信心可以突破？有。请牵起你们友谊之手。目标43秒85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加油了！请倒数。3、2、1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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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常的激烈。乌克兰来的朋友，最后成绩47秒97，恭喜我们今天我们红队可以获得我们的10000元奖学金。继续走到我们的超级总动员大家好，我是樱桃姐姐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下订阅，这样子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哦。除了订阅之外，还想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也可以看这里哦。